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在王国森林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看到的巨剑术，有无数的剑围绕在林科身旁一直旋转的一个超级帅气的方法，到底该怎么做到呢？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木头制的长棒子，它的长度越长呢，离我们的距离就会越远，当然你用树枝也没有问题，只要是木头制的武器都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佐纳乌的单手剑武器，可以找到的地方非常多，这次我们直接在魂之神殿跟锻造魔像来购买。我们需要的是这个类型的单手剑，不仅是钢剑，它就是阶级等级的关系而已，最粗的版本也没有问题。主要是它刀身非常的小，前面剑刃是可以开关式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长棒子呢余料建造到佐纳乌的单手剑上，像这个样子，你可以发现它就变长长的一根剑。接下来拿出我们之后要御剑的武器，这边我拿出最强的七宝匕首加白银刃角，这个伤害最高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救急手把它们粘在一起，那这个剑的角度呢就会影响我们之后旋转的一个方向。这边就先水平粘在一起，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建造方式呢记录在我们蓝图里面，随时可以把它再叫出来。接下来可以把武器先捡回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到地底深处的右上角火山区，在这种炎热地区，木头制的武器经过一点时间之后呢，它就会烧坏。没有错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点，用蓝图的方式把它召唤出来。那我们要在蓝图的形式让我们的木棒给烧坏，没有错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你有发现吗？我们的木棒消失了，中间变成一个空的一个状态。在这个现象中，我们还是可以制造出来。烧坏这个木头武器大概需要个60秒左右，我们再把它建造出来。那这个状态下，它这个是粘在一起的吗？我们直接用救敌手拉起来，你会发现它是粘着的。那个木棒呢还有一个无形的连接在中间，虽然它看不到，因为它已经被烧掉了，但是对于这整个物件来说呢，它确实是还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剑跟我们的钢剑的这个刀身呢就完全的分开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拿出随便一个物件，然后把它粘在这个刀身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粘上。我这边拿星星碎片，我们这个比较亮，比较漂亮一点。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让蓝图记录我们现在的状态，没有错，我们之后就可以随时召唤出中间是空心的一把神秘的剑了，浮空剑。那这个形式下呢，他们也是全部粘在一起了，这样子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咯。最后把刀粘成水平的来试一下，那这个一个物件呢是三个的数量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刚粘的星碎片啊，或者我这边用的是龙角把它拆掉之后呢，这个部件它其实就只剩两个了，因为我们佐纳乌科技粘的上限呢是21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粘几把剑。以上限来说，我们最多可以粘上9把剑。已经把九把剑全部粘上了，围成一个圈，这就是之后我们的剑阵了。如果你想要连第10把的话呢，会发现无法附加更多，这边就是到达上限的量了，所以九把刀是极限。那目前这个状态呢，我们可以先启动，旋转起来，没有错，这是一个浮空的剑阵，我们把它倒转一下，稍微转到这个方向，那我们可以贴地进行。这边如果压太大力的话，剑会消失。我们可以压到最低的话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可以直接跳进去，我们这个剑伤害超级高哦，因为我们这把是七宝匕首加上最强的刃角，所以林克被扫到，直接扣了一排半的血量，超级痛。接下来就是实测的阶段喽，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样子，它其实掉下来之后，它倒是不会消失，有点软 Q 的感觉，然后旋转，跳进去。OK， 我们现在高度是贴着地板进行的，但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拉高一点点，差不多抓这个距离吧。只是我们林克要进去里面，不是很容易。进来了，有了，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无限的剑阵旋转，敌人只要靠近，瞬间消失，超级夸张的攻击力。并这个林克一刀被砍下去，就是直接一条半的血量直接不见。这边我们可以再来试一次启动。来喽，在旋转前先进来之后呢，开始转吧，高速旋转中，
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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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，你们靠近得了吗？哦，小怪们靠近得了吗？我们这个剑阵直接被刷烂。哦，他砍不到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全部死光光。太强了，这个装置真的是非常有趣，视觉效果一级棒。但我们的武器是用比较强力的，如果用其他的像是属性武器，在这个蓝图武器上好像不会触发。但如果是用那种比较粗的双手大剑的话呢，哦，这个剑就会变超大一片，我们在旋转呢，它就变成一个铁臂的感觉。那命中敌人的体积碰撞应该又更大了。只是我们这个九把匕首加这个刀刃呢，是最强的伤害值。而且九把刀这样的围绕呢，应该是没有空隙可以让这些怪物进来。有办法扫得到吗？我们刀有时候放太高的话，有些会闯进来，因为我们的刀没有非常的水平。我们如果贴在地板上的话，这样应该就没有人任何可以进来的余地了。他们也在旋转，但我的剑也在旋转，直接把他们弹开了。好扯哦，效果真的很棒耶。如果你拿的棒子越长，上面这个装置可能就可以隐藏在画面之外了。那甚至是接两节的木棒，然后再让它一起烧掉，这样长度应该就可以再加倍啊。所以要把它完全隐藏是 OK 的。但说实在，这个装置的伤害力其实就跟追踪车上面放个轮胎加上各种的刀，效果其实是一样，只是它中间会变成一个透明的样子，所以有一种浮空的感觉。实用性虽然差不多，但就是帅度100分。分享给大家啦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玩玩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